阳16年就同拍拖，17年男友巴里系冲绳结婚，今年1月先系香港古柏喜酒，婚后阳就不时传出怀孕消息，但阳就话有消息就会公布，近日终于有好消息公布啦，系社交网贴图正式宣布怀孕。阳系社交网贴图后留言，我们荣升为准爸爸妈妈。经历了一轮忐忑，情绪起伏，现在心情尚算轻呵了，不过我偶尔会民民增增，希望无好生就民啦，所以要辛苦枕边人当我笑多地。而杨回复苹果时就话，终于可以讲得啦，做做几次产检觉得好安全可以公布啦，因为之前漏做口风连屋企人都未知，出做报纸连屋企人都离问自己都无知点答，好无好意思，连阿爸都问话朋友比报纸地问我细腻真细有做活个时都同讲大话，真细无好意思，顾无到老公紧张话屋企人都无好讲，过做三个月先通知地，所以之前连屋企人都了住先精选余文细晒余果 http://fb.com/appledient 互联网图片，阿阳今日正式宣布已经怀孕三个月啦，互联网图片，互联网图片余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，即刻余果 FB 专页。